这是到底放哪儿了？爷爷，怎么了？哦，孙女儿，你来的正好。还记不记得我有一个紫檀木雕花的旧盒子？嗯，我之前在帮您收拾房间的时候见到过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竟然就在房间里，我还在这儿想呢。那个盒子我记得有些年头了，里面莫非放的是什么要紧物件？啊，是天机护符。现在外面凶手闹得很厉害，你带在身上兴许有用啊。护符就收在那紫檀盒子里，你去取出来吧。嗯，好。是这个吗？嗯，没错。不过这个天机护符我怎么从未听说过？乖孙女儿，可别小看了啊，他还有些来头呢。这是百多年前一位蜀山掌门和他的千金赠予明树的谢礼。这位李掌门几番聚魔族于人界，风姿卓绝，颇为传奇。那他女儿呢？啊，这小姑娘也不是一般人呐。他生来便具有特殊天赋和极高的灵力，能与万物生灵沟通，打小就习得御灵绝技。他也会御灵术？哎，非也，是无师自通。他母亲的来历似乎不一般，这天赋或许与母亲有关吧。因着御灵术才与我们明术门结下缘分。不错，我在前代祖师手札中得知，他智童之灵已经收服了数只御灵，其中有一只冰御灵生了怪病，沉睡不醒。小姑娘心疼御灵，李掌门心疼女儿，二人遍访名家求医问药，均无所得。这最后嘛，御灵生病还是得靠御灵术来治，此道的行家里自然明术门是头一份。最后那父女俩便来了此处。冰玉灵又是得了什么怪病？不是病，那玉灵在蜀山某处隐秘洞天主修行，一时贪嘴吸纳过多灵气，凭己身难以炼化，故才陷入沉睡。当时的掌门一眼就瞧出症结所在，给玉灵疏导灵力，那还不是家常便饭呢。这冰玉灵顺利炼化，几日过后便无恙了，修为都更进一阶。哦，所以他父女二人便以天机护符相赠作为感谢。对，此物是水系法宝，随身携带如有水灵蔽体，蜀山掌门为医治冰玉灵费了大劲儿才寻得。这位蜀山掌门倒也不是吝宝之人。嗯，还不止呢，他们在明术门盘桓期间与当时的掌门互通御灵术，那小姑娘也是受益匪浅。仔细说起来，这也算明术有恩于蜀山派了吧。哎，说这么多我也累了，你也休息休息吧。啊，原来明术门与蜀山派有这层渊源。蜀山派？嗯，蜀山是修仙大派，曾有数名弟子得道飞升呢。他受伤了。嗯，韵儿。你认得他？这小女娃也在长白山中修行，她平素内敛自持，非聒噪之辈，我与她无甚往来，如今怎么了？她体内灵力阻滞，或许是主人，原来不是，认错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谢谢你们，还有山神大人，多谢相救。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受伤的吗？嗯，那是我正以谷中冰灵之气修炼，心至紧要关头感到一阵强烈晃动，
似乎是雪崩了，我修炼之时不能被外力所扰，所以才找了这处僻静所在。可震动太突然，我灵力大乱。这山中何时有过震动？是那时我们与山神前辈切磋引起的震动吧。没想到竟然是我们造成的。丫头，你不妨暂且与韵儿定下共存契约，以御灵术为她疗伤。韵儿姑娘，你可愿意与我定下共存契约，让我助你调理体内灵气？待你伤好了，自可随意离去。御灵术，你身上是不是带着一块天机护符？确实，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方才混沌之中，我以为是主人来了，原来是他的缘故，此物当年赠与明树门。你是明树门后人？正是，我叫月清书。明树门曾助我灵力炼化，蒙受大恩，竟又得诸位救我一命，我敏感于心。爷爷同我说过这段故旧，你应该就是蜀山里掌门千金的冰玉灵吧？嗯，主人说过，有恩一定要报，所以月姑娘，我愿意与你定下契约，留在你身边。哦，我懂了。那么月儿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伙伴了。嗯，蜀山，一如。已经过了很久很久啊。是沈姑娘吗？玉儿姑娘，真人与玉儿相识。我与玉儿姑娘之前的主人是旧识，蜀山仙侠皆为正道翘楚，蜀山掌门之女是真人的故友，也在情理之中。玉儿姑娘现随月姑娘修炼。嗯，我先前险些遭难，幸得主人出手援救。你受伤本就是我们之过，照顾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恰是以你们结气之缘，我才有机会再见她。与月儿初见时，她还很孱弱，而今灵能修为如此出类拔萃，她主人想必也会欣慰的。主人离世前已拥有过一段最珍贵的时光，很幸福。我想主人也不希望你为他太过伤心。皆是命运，造化弄人啊。月姑娘，我重见故人一时心绪难平，不由多寒暄了几句，真是失礼。你们有要事在身，请随意。真人客气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玉儿，你似乎不太开心啊。我撒了谎。啊？主人曾说他犯下大错，愧对爹爹，岂能真正高枕安乐？他当时境遇实在复杂，其中滋味，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懂。最可怜的就是他爹爹了，后来主人为了他的孩子而牺牲，也许直到那时他才终于找回了片刻安宁。父亲没了女儿，孩子没了娘亲，这未免……那他的孩子之后如何了？那孩子被带往苗疆，我几番辗转，最终还是失去了他的消息。这个护符是你主人的旧物，你若是牵挂主人后代，我可将它赠与你，你便去做心想之事，觅心想之人。主人离世前让所有的玉灵回归山里，我在天地间游荡了许久，茫茫无所依，与你们相识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与主人并肩作战的时光，能一起为守护这片大地而努力，
就是我心之所想。韵儿，